哎，儿子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的眉毛里面有一条金色的眉毛啊！那是什么？哎，这是长寿的意思，是寿征啊！什么是寿征啊？哎，寿征啊，就是把它拔掉才会长寿的，知道吗？什么是吗？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老爹帮你把它拔下来啊！哎，一，有蟑螂啊！啊，什么事啊？哎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你又怎么了？哎呦！ 老爹，你插个东西在下面干什么？穿云箭呢，装饰用的。是吗？是啊，很有个性呢。很有个性啊。会啊。